为着要来有效降低着强降雨和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冲击，这里苏德国河川局的日前在嘉义县中埔乡举办着公馆排水口地防治工程的准工典礼。这个工程将要伫咧1809年顺其来临的时阵发挥功效，达到减轻三河地区洪害的目标。中埔公馆地防处总面积是12公顷，地防量52万立方公尺。减轻嘉义县中埔乡河尾、河木、河兴三河地区的水患问题，水利署历经2年外的规划设计、用地取得和发包施工，在1808年12月如期完工。另外，地方池完工以后，除了让中埔乡亲未受到淹水的威胁之外，周边荷花也搁种植着1000株的落羽松。而且法定长度达到1390公尺。这个地方啊、因为公馆排水跟赤兰溪的有顶托的关系，无论在107年的823的水患，也造成我们三河地区很多的民众啊、造成生活不便。去年6月11号，总统更到现场来指示我们，希望这个工程可以加速来赶工，今年年底来完成。在108年的年底来完成，在今年的汛期能正式来启用。那今天的完工典礼，我们看到滞洪池的功能已经发挥了。中埔三河地区吼，是咱呛个中上游啊，因为三河地区吼啊地势较低啊，所以常来淹水啊，所以要解决这淹水的问题，阮长久吼啊，就甲水利署啊、警署啊，看咱只啊开一个啊滞洪池啊来做调整，调节功能嘛吼。啊，伫旧年啊，我嘛特别啊陪咱的总统啊来视察。啊嘛，拜托总统啊，特别会当啊交代水利署啊，看会当伫今年如期会当把这滞洪池完工无？啊，今天我们终于啊看到我们啊中埔公馆啊这个滞洪池能够整个如期来完工吼、啊，我想地方的乡亲是要大量做欢喜。啊，当然咱的水利的问题、淹水问题解决了，未来吼、啊、咱未来这所在将会是咱三河地区哦休闲的好所在吼，因为这的空气袂歹。啊，地方的乡亲，大家拢会当哦，早晚来遮散步啊，所以咱希望哦，咱的水环境的这个计划，爱当加强啊，来遮做过啊一个设备，提供哦乡亲是话，会当来遮啊休闲啊，所以未来不管是咱的道路的连接吼、哦，要安怎让咱的三河地区的人来遮较便利，停车方便，爱当有一挂哦啊厕所啊，让大家方便啊，同时。哎，当安尼的时吼，甲一寡哦，在步道的设施做搁较水嘞吼啊，好地方吼变作是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吼。我想这未来啊，我们爱搁继续啊来争取，继续来做。所以，伫这么人口这么稠密的地方，啊，有这个空间，啊，有这个所在，能够兼具啊防洪，能够兼具休闲，能够兼具整个产业的发展跟就业，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所以很恭喜。啊，我们中埔的三河地区，那这个样的一个空间的开发，在中央跟地方的协力底下，我想啊，这个地方未来会越来越好。啊、我相信三河地区以后会变成是一个很最多人想要来居住的地区。那因为它不再受淹水之苦，它有就业机会，它有运动空间。水利署立即在嘉义中埔乡加速兴建公馆地防池。希望透过增加都市地防空间的方式，达到防灾减灾的效果。水利署长罗建信、嘉义县长王昌良、立委陈明文、中埔乡长李德正、县议员陈佩玲、第五河川局长张庭华以及多位乡民代表，在准工典礼作为见证工程顺利完工。谢新新闻蔡文东，中埔乡蔡洪不得。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